爆珠了，老板你在投钱吗？我在调焖锅的汤汁。新一份员工餐，海陆红焖果。声音太大了，打扰我看他们爆了。还活着？他怎么自己先入味了？你好像风景里面穿的白衣服啊。把盖子吧蒙住，轻轻盖住他的双眼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家不是菜是吧？老板霸气。不是啊，你们那边。你什么网皮啊？鱿鱼，鱿鱼。教教这没有艺术细菌的老板摆下盘好吗？老板可以离职了。浇上焖锅的汤汁。很多气啊！他是很生气的，他气我没有吃他。他好冷啊，我不想接话了。乌鸦是怎么叫的呢？再来一点。香不香？来盖面皮啦，一人一张，吃不完不准下班。看一下有没有我脸大。老板，你家弟弟的茄子说他想被做成茄子卷。啊，茄子卷。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。做一大桶给你。好像那玩意儿休息。什么了什么了什么了？茄子你们要吃什么酱？我要吃茄子酱。我要吃辣椒。来个蛋，有点出细微，太爽了吧！哇，这下面都有脱骨了。焖锅居然没有玉米啊！这哪是焖锅，你搁这挖宝藏呢？你们谁要被子啊？咱们要一个凉席吗？这个席梦是能留给我吗？我的。这儿没人要吗？这个一个起码二两的。你要这个吗？我只要这个。它不能吃海鲜是吧？鸡翅可以吃吗？啊，鸡翅我只吃可乐的。这茄子卷吃一个我估计就够了。一个二两的至少。这拿的什么奇形怪状的？可以生吃吗？对呀，可以啊，这生吃可好吃的。我送了一个炖菜，炖菜是莴笋的亲戚。我要给我的被子填充棉花了，一个、两个，放个土豆，再来个蛋，再来个卷儿，牛！哇，天哪，这味儿了，这太土了。可以一口吃茄子。酱的有酱的，来来来。哦，嚼，凉皮见馅儿。你把话说抻头吧。还有儿化音，凉皮儿见馅儿。因为我觉得放我旁边很脏。